戴上耳朵。今天不跳性感的啊，不跳性感的，也不跳那个民古典的优美的那种，我今天跳分二的舞蹈。别吵了，你再说我跟你说我急了。欢迎宝宝来九五三，喜欢跳舞就来九五三，爱跳舞就来九五三，跳舞就这些，就颜值的频道，喜欢的点一下直播通知啊。手机用户点上面加号那个小心，电脑用户点下面直播通知勾勾啊。双马尾差评谁说的？双马尾才有意思呢。比如你啪啪啪的时候没劲儿了，你可以拽着两个小辫子，你懂个屁呀、啊！先跳个韩舞啊，队长揍你！我这样编起两个辫子是为了一会儿我要跳舞用的。主要今天来不是跳这个舞啊，跳那个大王来巡山。喜欢呢一把的手机用户点上面加号的小心，会他给你们跳各种各样的舞蹈啊。因为老跳一种单一的舞蹈，或者只有三只有性感的就没有什么意思啊。手机用户点下面直播通知勾勾，一包也会跳性感的，所以就就先要点直播通知，先跳个大王来巡山啊。皮仙儿，皮仙儿。皮仙儿醒了，大王大王，啥呀？大王，你傻呀？大王，你这小妖气这么不听话呀？快去水吧，我饿了。太阳对我眨眼睛，鸟儿唱歌给我听，
我是一个努力干活还不骗人的小妖精。别问我从哪里来，也别问我到哪里去，我要摘下最美的花儿献给我的小公举。哎呦，差点忘了，大王叫我来巡山，我把人间转一转，打起我的鼓，敲起我的锣，生活充满节奏感。大王叫我来巡山，抓个和尚做晚餐，这山间的水无比的甜，不羡鸳鸯不羡仙。唱歌给我听。我是一个努力干活还不粘人的小妖精。别问我哪里来，也别问我到哪去，我要摘下最美的花儿献给我的小公举。敲起我的锣，生活充满节奏感。大王叫我来巡山，抓个和尚做晚餐。这山间的水无比的甜，不羡鸳鸯不羡仙。去哪儿了？啥？你想什么呀？把唐僧去哪儿了？大王，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？你傻呀，秋公。好吃吗？你喂的特别好吃。还有六分钟时间，婆娘拉链开了，我这裤子没有拉链啊，我这裤子没有拉链，不要。误导我，那个我是不是进错房间了？不是，今天给大家跳的就是这种可爱点的。我外甥女儿也跳啊。你外甥女儿多大了？这么厉害？我故意要跳这个，能不能别说？我喜欢的公屏扣个小六啊！喜欢玉宝的，谁刚才管我叫丫头啊？谁刚才管我叫丫头了？只有我家人管我叫丫头。手机用户点下上面三号那个小心啊，电脑用户点下下面直播通知勾勾，喜欢的要点一下直播通知，因为你不点就会想不到我的啊，千万要点了。小崽子换个衣服，我像来953啥也不穿，就直接戴个口罩，你看可否？关键门口那几条大狼狗不看得紧吗？我还想啥也不穿，戴俩耳环，穿个鞋就直接来呢。把直播通知点一点，还有这个免费的小心啊，哥哥们再说一遍，这个免费的小心今天点的特别少啊，完明天会给大家跳极其性感的凳子舞什么之类的，皮鞭舞什么小辣油小球啥的啊，今天先跳一个比较可爱的，先把这直播通知点一点，感谢这个郭泡泡哥哥，还有这直播通知，我们争取把这个凑成整数啊，争取凑成整数，喜欢你这样的小姐姐，叫我小妹妹。
天大脚下。我怕哥们每天来跳那个性感的，你们会就是疲劳。我来过来串个场，我是来串场的，不要把我当成燃舞蹈的。你这样想会不会心里得劲一点？再跳一个撒娇歌啊！啊，再跳一个撒娇歌，快点把直播通知点了，手机误点上面加号的那个小心，电脑误点下面直播通知勾勾。一会儿一宝回到自己直播间会跳性感的舞蹈啊，想看凳子舞的，想看皮鞭舞什么这那的，舞的小皮裤什么的，可以点一下直播通知。如果你不点的话，就可能找不到我了啊，就可能找不到我，因为我是百变的。如果有一天我就变成男的，你肯定认不出来我。感谢我们九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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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。大王，大王，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？你傻呀，周公。好吃吗？你喂的特别好吃。他们这个爆炒兔肉啊，是这儿的招牌菜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直播通知，好看好看个屁，好看个屁，可爱可爱什么？今天皮呀 啊，今天比较皮啊，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视觉感受啊，不一样的。玩手机我点下上面加号那个小心，电脑用户点下面直播通知，我们争取把那个直播通知凑成整数，我们还差11个啊，还差12个，还差10个，还差9个，还差8个。还有那个免费的小心啊，还差6个了啊，就差6个了。元宵是真皮的，嗯，等会儿，能再跳个小苹果啊？喜欢的点点关注啊，我们还跳5个就可以凑成整数了。千万点直播通知，你不点直播通知，你损失。